三个孩子，一个都没在身边。让他回趟家，怎么这么难呢？你见过明马先生？你提个条件，什么都行。我要条狗。 你他妈干什么去？还债！哎，你朋友啊！哎，你看，我的狗来了，这可是名犬呀！厉害了吧？来了，来，直接走走。 开什么玩笑啊！咱爸的老脸都让你给丢进来！遛狗是因为狗需要，不是我需要。狗都快让你给遛死了，怕死你走啊！合着我这狗白当了？没狗的事儿。